校园三十六计。哪呢，大爷？张宇把我书包拿走了。好，再见。他们人有点多吧？没事儿，我有办法。你就是那个高三特别有实力的张宇哥哥吧？大爷让我来跟你说，他在小卖部给哥哥们买了雪糕，想让哥哥的朋友们帮忙拿一下。还算是懂事啊。咱们可以和平相处吗？以后有什么好东西都给哥哥。既然妹妹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们肯定也不能太过分啊。张玉，你那帮朋友都走了吧？书包还大意吧？书包还你。你们这招跳虎离山真高明啊，先示弱后突围，我输得心服口服。擒贼先擒王的道理罢了，而且买雪糕只是我们放的烟雾弹，目的就是趁你势单力薄的时候偷袭你，看看有没有少什么东西。东西没少，但是今天玩操盘健忘，你是啥也没学到啊。正好操盘六八上学了国服，哈哈，你多带带我，咱一起玩玩呗。最后一排的超能力，这节体育改数学啊，大家把书都拿出来。老师，一学期没上体育课了，最后一节了，还不能上吗？上什么体育课？上高中了，知不知道？还有脸要体育课？赶紧把书都给我拿出来。我让你们拿书，你们没听见呢？咋的？我说话不好使啊？你们要造反呢？我们这次的成绩全年级第一，大家最近都挺努力的，一学期没上体育课，应该给大家上一节了。成绩倒是还不错，而且大家也没想造反了，你让拿书，你看大家这不都拿出来了吗？那行，成绩这么好，那出去玩一节去吧。最后一排的超能力，马管没学习啊，记名。立剑抬头，记名。哎，不是，说话两次。不是你不是在这瞎记的吗？我乐意咋记咋记，跟你有关系吗？你纪律委员是不想干了？你说不当就不当啊，要不然你问问咱班主任王老国。行，管好你自己得了，老盯着别人干啥呀？纪律委员抽奖不了。主任，岂有此理！刘老师，下午你们班班干部重新选举啊，一定要民主。好好好，主任，我下午就重选啊。重选也得是我大侄儿啊。投票结果都出来了吧，拿着我看看来。咱班一共是五十个人哈。哈哈，49票。以后哈哈是纪律委员啊。校园三十六计。哎，过几天就是要值生日了，你们想好送他什么礼物了吗？要不咱仨凑钱给他订个蛋糕？好啊，可是蛋糕怎么拿进来呀？哎，我有办法。咋办呢？哈，你去跟大爷说，就说东围墙有人拿外卖，让他去东围墙巡逻，我在这等蛋糕。好。不好了，哈，主任往这边来了。没事，你去拖住他，就说看着厕所有人抽烟了。好。还没送呢，蛋糕配送延迟了。那甭等大爷马上回来了。没事，我给外卖员打过电话了，让他到对面社会乐刘哥那儿拿个快递箱，给咱们蛋糕套个马甲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哦，我们老师让我帮他取的快递。哎，好，你懂得太多了，要不是你，这蛋糕咱都拿不到。多亏我最近在玩这款游戏。游戏里认识了很多朋友，空闲时间不仅领略真实的三国时代，还能和朋友社交闲聊。刚才我们取蛋糕所用到的调虎离山、瞒天过海、偷梁换柱等计策，就是我玩率土之滨游戏学到的。这款游戏不仅能学到人情世故，还能让你深刻体会三国计谋。这么好啊！
而且现在帅土之滨推出了新推计划，做帅土短视频还能赚钱，游戏内容丰富，素材多，创作门槛低，发布视频后官方直接付款，很适合我们这种小白又想赚钱的玩家。这次给腰子买蛋糕的钱就是我发布帅土之滨视频赚来的。这么好，我也下载玩一下。哎，耀之生日快乐。耀之你快许愿吧。你许的什么愿呀？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谊不散，就像我和哈哈玩的那款帅土之滨游戏一样，我们之间永远用的通路。最后一排的超能力，我往咱班群里发了一张练习册的照片啊，大家务必去学校门口的那家书店去买，必须人手一本啊，周五我检查。啊，这练习册我知道，那门口卖150一本呢，这么贵，这练习册上金边了，那不也得买吗？那咋整？行了，你们先别买了，我想办法。他说你找我，哎老三，你老姑不是开书店吗？嗯，你看他那有没有这本练习册？啊，你们也要买这本啊？我们也要买，那老多班都让买了，那我老姑都没有啊。哎，我听说四班那小子手里有，他花30块钱买，但是他不告诉咱他在哪买的。你把他找来。我跟他不认识。你只要把他找来，我让所有人都30块钱买。哎，那行，等着。哎，哈哥，你找我。听说你喜欢梅西啊？啊，是，我是亲笔签名。但是你得告诉我你的练习册在哪买，电话给我。啊，行行行，就在这边。啊，梅西还会选中我呢。哥，我要300多本呢，便宜点儿，20行。哎，好嘞好嘞，练习册买着了，20块钱一本，我卖别人吧30块钱，剩的钱还能请全班同学吃雪糕呢。太好了。The next day， 来把你们手里那件事举起来，我看看。那是在学校门口那家买的吗？我说你咋知道我们没在他那买？就是啊，老师，你俩认识啊？别在那瞎说。来看第一题，来。最后一排的演技。几点了？还不起来呢？有点难受，你看看多少度？呀，39.8。啊，没事，我上学去。你可得了吧，我给你老师打电话，你不用去了。哎，这不又耽误一天课吗？你作业到底写不写？老师，我真写了。你在撒谎！我出来了，我发誓，老师，不信你给我爷打电话，给我爷。明天带了啊。好，说话我把名记上。咱俩啥关系？你记我名？全班同学谁不知道咱俩关系最好？你记我名，行大意，我白对你不好了。行了，下播一遍。我的猪队友。爸爸，你们来查手机了。慌什么？每次不能放你这儿吗？哦，对。真没带手机？哎，主任，我真没带。啊，不好了，主任来查手机了，你快把手机放酒柜那儿啊！啊，你干啥去？你是不是生我气了？主任去别的班查手机了，我去办公室把手机拿过来，你别跟着我啊！哎，正好我给你看着主任，你给我个见光死过的机会吧。行，主任来告诉我。哎，别整，我找手机呢。啊啊啊！我不告诉你看着点了吗？你告诉我看主任，没说班主任呢。最后一排的超能力。咱们一股香水味都熏死了，把窗户打开透透气。是啊，一进咱班就闻着一股韭菜盒子味儿。刘老师早餐就喜欢吃口重的哈。哎，大一，这俩人咋的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你们不知道啊，昨天老刘占了英语老师3班一节英语课，他俩这样肯定不是个事儿啊。好好，你想想办法呗。行，没事。哎，老师，你干嘛去了？哦，下午有点事儿，我要回趟家。哎，对了，你问你们班班主任下午有没有时间帮我代写3班的课呗？哦，我们班主任好像够呛，他有事儿。哎，我们英语老师肯定没事儿，要不让他代？行，那你帮我问问。哎，好嘞。你们班主任真的把下午3班体育课让给我？当然了，我们班主任还说你上课辛苦了，这不特意让我给你买的水吗？你们班主任有心了。我事儿办完了吗？你就在这玩儿？带我来了，刘老师今天气色真不错。你快
是可不打扰你了。It's hard for me to lose your mind.